你又在吃什么东西啊？你什么东西可以都放到嘴巴里面哈、啊？好甜呐、啊，这个草莓好甜呐、啊哎！什么东西到他嘴巴都好吃，哎。我中午没吃饭呢，我饿了、嗯，我吃一点不可以吗？哇，那好像我们今天就是讲的就是要草莓，对不对？好吃好甜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史乃丽。大家好，我们欢迎 Robert 园艺达人，今天呢要为我们来。分享你这个种植的经验，对不对？是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给我们按订阅，按小铃铛。如果有园艺方面的问题，给我们留言 ，Robert 会尽快给你回答。谢谢。我知道你是反正没有什么不吃的，除了吃亏不吃。哦，我从来不吃亏，对不对？吃亏回去好难过。那你什么都喜欢吃？嗯。草莓啊，我知道很不容易保存。嗯。它常常你摆了没多久，好像就很容易腐烂掉。对。对不对？那有的人种的草莓呢，画面要留的烂了，就把它一丢。嗯，好像在你这个最会的废物利用的那个原则的话，很可惜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是一个从小在花园里啊，在果园里长大的，对，调皮的小孩。嗯，什么都拿来抓，看到有人抓来吃。哎呦天哪！我不怕了，我也不生病了。嗯、我觉得越不干净越百毒不侵，越不干净越不生病。那我们今天要不要跟我们的朋友来示范一下，那个草莓怎么样从它的种子来育苗，然后来长在盆里面，然后怎么样换盆，好不好？来嘞，你问这个我非常高兴。对啊，因为草莓啊。它可以说是多年生草本。什么叫做多年生草本？嗯，它不是一年就结束了。哦，如果你能够让它平安的过冬，嗯，它今年长了以后，它明年还会长，从底下还长新的芽，哦，吃不完。一年长几次？嗯，如果祷告的多的话，大概多几次。那烧香呢？对，烧香也可以，要烧檀香啊，比较香一点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草莓啊，你种起来真的是好值得。嗯。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讲园艺嘛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园就是啊各种果树啊蔬菜艺术嘛，就你一方面是种草莓，一方面呢你做的好玩，对，对不对？就像做小朋友做劳作一样，那他做的就是说有兴趣。嗯、那我们那个怎么样从它的种子，它种子从哪来呀、啊？我跟你讲，哎，这个种子要是发芽，嗯，特别不容易，哎，特别不容易，真的，要很多经过很多手续，对。哎呀，你好聪明啊！那当然，真的好，大家都这么说。大家都这么说。好，我们首先呢、啊，我们在这个一堆的时候，我们会买回来一盒草莓的话，对，有的时候草莓放在里面会发霉啊，对，或者是放着它烂了，你来不及吃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不要把那个草莓丢掉。哎呦，你要是丢掉的话，你就去做，太可惜了啊！来，你就去做堆肥啊，或者是去做益肥都可以，都可以利用就是。但是你要挑一个草莓啊、哦，你要看看这个草莓上面，它我其实我跟你讲，这我们是看习惯了。你说，哎，草莓有种子，嗯、我把草莓吃的，你看我把草莓吃成这样，它、一个种子也没有。对啊，其实告诉你，都在皮上啊，全部在皮上，几百个种子啊，哎呦，几百个种子啊，你要把这个种子什么，用这个牙签啊，这我要挑一个熟的。就是它越红，就表示它越熟。好像那个比较烂，比较熟、比较烂。这个，但是我发现它这个种子呢，不多啊、不太多。这个已经黑了，表示它已经很成熟了。就把这个草莓的种子啊，用牙签或者是夹眉毛的那个夹子啊，先把它夹出来。哎，给它夹出来，你懂吗？给它夹出来。我们把这个草莓上的种子啊，很小心的把它剥下来，有时候会沾一点肉。也不过也没有关系啊，带点肉啊，都那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的，或者说你用那个什么夹眉毛的，哎，夹眉毛的，对，这个就是已经把草莓啊这种子放下来了，嗯，我不可能全部，好小、啊，很小很小、哦，但我不可能全部，这里几百个种子，挑到这个手都抽筋了。我们现在喷一点水啊，也不要多，就喷一点水啊，雾状的喷一点水。然后把这个对折啊，你看没有对折？它把这个草莓种子啊压在里面，按一按啊，按一按，按一按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刚才那个我们草莓那个种子啊，有些肉的地方就把它粘掉。哦，哎，把它粘掉。对，把它对折起来，你也按过了啊，按过了以后，然后把这个纸来喷湿，嗯，哎，喷湿，你不要弄太湿，就是喷湿就够了。它有水汽在里面。嗯，这个时候呢。哎，放一个盘子里面啊，小的个盘子里面，啊，放的，你知道要给它一个作为一个冬眠的一个效用，
你看这个啊，我们可以稍微湿一点，但你不要让里面积水啊，你就把它喷湿一点啊，喷湿一点，对不对？喷湿了之后呢，你把它放到什么，放到冰箱去冷藏。哦，好像很多种子都需要冷藏，很多种子有些冬眠，没错，乃丽，你说的很对、哎、它有些种子它不发芽、嗯、它为什么不发芽、嗯、它没有经过一个冷的这个环境、嗯、它有的时候它那个没有冷，没有经过冷冻以后，冷藏以后它不会发芽的、嗯、对，你像我们前几集有讲的樱桃，对、嗯、它也是放到冰箱要一段时间、嗯、这个也是草莓种子，你也放到冰箱、嗯、啊，干干净净的放进去，放进去以后差不多冷藏个十几天，半个月、嗯、啊，半个月以上。好，当你这个喷过水之后啊、嗯、喷过水之后把它放在这个塑胶袋子封起来，封起来、哦、嗯，我跟你讲为什么要封起来，封起来以后它这个水分呢、啊、不会蒸发掉，保湿嘛，保湿，对了、嗯、太对了、嗯、来丽，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到冰箱，嗯，供起来，供到里面供个差不多供个差不多半个月以上啊。好，当你啊，我们就是说，当你这个放了这个15-16天，十五六天之后，然后呢，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播种，好。哇，还要冷藏15天。是，这要一定要让它有个寒假。嗯。啊，放个寒假啊，你如果在先经过一番寒彻骨，对，然后才会发芽，对，开花，好极了，太好了啊，好棒好棒，对对对，嗯。这个时候你打开，有时候里面还是保持它湿的，哦，很好啊、嗯。而且冰箱有些怪味道也不会影响到它，对，不会造成种子发霉啊。这个袋子啊、嗯，对它来说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，好、哦、保护作用。对，好，然后你要把这个种子啊挑出来，挑出来要去种在这个土壤里，用什么样的土啊？要用沙子土啊，你不要用那个，哦、你不要用那个什么那个。粘土啊，瓤土、啊、太要用沙子的土、哦、对，要用沙子的土。哎呦，这个要很大的功夫、哎、对呀、啊、这绣花的，我的天，你给它拨到里头去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、绣花一样，我的天哪啊，就这样放着，这样轻轻的啊，轻轻的塞着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，这样轻轻的塞着啊，人家总在上面轻轻的塞着，稍微有个间隔。为什么要有间隔？因为将来它再长大的时候，你要移植到大的盆子里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移植到大的盆子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嗯，啊，哦，这个都是很重要。所以冻了，在冰箱冻了15天，对，就把它移植到土里面。对，奶丽，你也不必把它是埋得多深，差不多有一个土壤把它盖住就可以了。好、哎，对，这个过程就是第一个过程。放下去以后怎么办呢？嗯，就是诚心的祝福，然后呢？喷一点水啊、哦，喷水。对，种子要发芽的话，一定要有水分。对，要有水分。然后，更重要。有的塑胶袋用处很大。是，这个塑胶袋用处特大的。哎，把它保护起来。哎呦，保护起来。哎、保护起来，差不多25天左右。25天。25天，对，20天，25天，慢慢它就长出芽来了。长出芽来了。哦、这个就是长出芽来的。哇，来你看看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可不可爱？这小小的可以发出这样的芽、哦、对啊对啊对啊，慢慢它发，它有的会发的比较快，有的会慢慢再陆续的发，对，哎，陆续的发，哇，啊，这个方式，哎，这个是就是好玩嘛、嗯、对不对，你这样做的话你觉得很可爱嘛，你自己对不对，这个从有成就感嘛，对，从种子变成小芽了、哦、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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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变成小芽，然后小芽了以后怎么办呢，那这小芽长那么小小的，要长得多久才能够长大呀？对，乃丽，你不要急啊、哦！你要让这个小芽，你要常常浇水啊。嗯。我们不要灌水进去，灌水它漏出来，你就浇水。嗯。浇水它就吸收了。嗯。吸收之后，要差不多2个多月以上。哦。它慢慢就长大了。长大了。慢慢长大了。哇，就长成这样。对。哎呦。然后就长成这样、哦、啊！真的是。就长成这样、哎。每天这样观察它们成长的经过，也是一个很大的享受。对，乃丽、嗯，其实这就是。把你的时间消磨掉，也是非常的有意义。嗯啊、嗯，你的快乐，你知道，种植物、养小宠物，就是看着它生长，对啊、那是最、啊、再快乐不过的。嗯 嗯, 嗯。那从我们把它播种子播下来，然后呢，然后到一直到现在长到这么大，要差不多应该要经过多少时间、啊？嗯，要3-4个月哦。哦，这样子、啊，对，那还可以忍耐。哪里有？三四个月我就可以看到成果了。是，这些草莓啊。
它在初长成的时候，在初长发芽的时候，它是消耗了很多时间，但是它这个后来就很快，它这个底下如果长了根了以后啊，我告诉你，它是非常快的。哦，一方面它的叶子有光合的作用，太阳照射，光线它有，它都已经开始开花了呀。对对，那你看，它这个草莓的花，你看还会再开，这个草莓的花还会开始再大一点，很多，你知道吗？草莓的花是全年你都可以吃得到的，哇！只有旺盛期跟对吧比较淡季，它有时候会休止一下，啊，长得不是很好，但是慢慢它还是会长出花苞来，太有意思，太有意思。像这个你看，这个已经结草莓了，哎呀，你看没有？一个小草莓，哎，结草莓了，对对对，你看结的这么可爱，哎，它他妈很快的。这几个月的等待是值得的，绝对值得，绝对值得。特别有意义。那现在看样子，他们长的这个速度的话，不久的话，这个屋子就太小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是不是要给他搬家？我们要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。哎，哦，我今天带了这个沙质的壤土。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沙质的壤土，你看没有？啊，沙质的壤土，拿个盘子啊，垫子底下啊，沙质的壤土，各位看啊。这个就是沙子的壤土，里面还加了珍珠石，它非常的松软，你不能用那个院子里的那个泥巴硬的，那不行的，那没办法的啊，那是不可以的，哎，谢谢，这个人呢，就需要长四肢，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只手不够用，有的时候绝对不够用。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各位好朋友。种任何的植物，这个上面这个圆呢，一定要有个什么？一定要有个距离。距离的原因是什么？距离的原因就是要让它风吹的时候，它这个表面的土壤不会很快干啊。至于这个小盆子，你们各位更要注意啊，稍微捏一捏，就把它要换盆了。对，稍微捏一捏，你看这个根，哎，这个根已经长得好好啊。这个根已经长得已经很茂盛了，嗯，非常茂盛了。因为我刚那个土是这个软的土嘛啊，软的土，然后把它加到盆旁边去。哎呦，这个种草莓加了，哎，对，这个种草莓还有一点，它不要种到它压到它的心，就是上面的，那个你不要压到啊，你千万不要压到，但是底下的根你一定要埋住，可以稍微的轻轻拍一拍。看到没有？轻轻拍一拍，轻轻拍一拍。等一下，这小草莓，小草莓它，对对对，把它露出来。啊，你好有爱心哦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哎，这个就是说，它的根刚刚好跟这个土壤呢，是在一并齐的，看到没有？完全是并齐的啊！你不要把它压的，把它整个茎啊，这草莓的茎通通埋进去，那不对的。种任何植物，这个根就是在这个土壤的边缘上啊，不要把它埋得很深，上面是要让它长的，哎，不能够说那个什么，不能够让它把茎啊全部都埋进去，埋得深，埋得深，它发育上就有问题了，啊，发育上就有问题了。那然后浇完水以后，我们把这应该是放在什么地方？是半日照还是全日照的？好的，来丽，草莓是需要日光的。OK， 哎，它是光线好，它不见得能长哦，你看没有？它还需要直接晒得到太阳，不需要什么压，不需要用手去压。你浇水，这个土壤就紧实了，紧实它就下去了，把这个土壤慢慢就下去了。嗯，你看没有？这个根部要留在上面啊。你种任何植物，你不要把这个根埋到土里去，那是会影响它的发育，而且有的时候啊，这边会感染细菌，要透气通风，这个地方一定要透气通风。嗯，啊，草莓什么时候种？嗯。我在美国那个 Anaheim Hills 啊，嗯，我那边有一片看不到边那个山坡，哦，他们几月种草莓？哦，十月马上就天冷了，十一、十二、一二都是冷天，对呀，对呀，没关系，他不怕冷的，我那时候看已经十月底了，你在这边给我种了这么大一片看不到边的，原来他是不怕冷的，哦，对，他不怕，除非你下霜，那就我们住的地方就不行，那没办法。但是它那个地方啊，它是在山坡上，大概它那个风挡到了，它那个地方长得非常好。但是奶奶丽，它
各位好朋友，它到了春天啊，四五月的时候，它来不及摘啊。我在 freeway 上开车，我车窗有时摇下来，整个都是草莓熟透的味道，我天哪！所以说这个几个月的等待是非常值得的啊。是它一旦从那苗里面发出来以后，对你看长得很快，长得很快，光线要够啊。那它这样，既然比如说是一年要开好几次，对，就像妈妈生了太多孩子，她的营养就会需要补充嘛。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炖个鸡啊，弄个什么鲍鱼啊什么。给它追肥，追肥是吧？哦，哎，但是我们是种在盆子里。嗯，我建议各位啊，这个是液态肥料啊，这个液态肥料，你要浇多少呢？就这样，不要多，一点点、够了。好，一点点够了。就是还是要补充点肥料，要补充点肥料，太多草莓了。你这个液态肥料，你差不多十天呢、十天半个月加一次，加一次够了，它会活得很过瘾，而且那个。果子够开得很好，对，非常好。但是你这个易肥，你不要沾到叶子啊，你就在土壤这个地方，它要根部吸收，叶子是要光合作用，沾到这个易肥的时候，对它不见得是好，对，保持它的叶子的干净。所以它一年就开好几季，开好多次，开好多次。那草莓吃不完呢，吃不完。你家里如果再种一种，它再长大的时候，再换个大盆子，再换个大盆子，人家有的长的了，好，对，有的长的。对，还有你这个浇水，我刚刚讲啊，不要碰到叶子。那它现在已经有花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小草莓了，对呀，你更不要碰到它，因为有时候水里面啊，就有些肥料进去以后，往往会让它怎么样？它不是说马上干的话，或者怎么样，它就会影响它在里面会滋生一些不好的细菌。所以说，小草莓，你看看这已经结小草莓了啊，小像这个花，对不对？花已经开出来了，都不要紧张，都不要去。不要碰到这个肥料，对， okay. 对，都不要碰到肥料。那如果说大的，我看他们大的那个专门种那个草莓的那个园呐、他们是撒那种化学肥料。哦，那我不喜欢。对，那吃那个果子都不安心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就是完全用这个 organic 的，完全有机的肥料，天然的弄，对，无毒。看，你看我吃草莓，我都不怕的，对不对？哎你的毒比那毒还深，把它都杀掉。你讲什么我毒？所以你根本不怕 COVID-19。我觉得你才毒了，我说我毒，我靠！哦，你看看这个过程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对。哦，从那个草莓上抠下籽子，对，然后把它冷藏，然后育苗，是的，到最后你看看，是马上很快我们就可以。享受到吃草莓的滋味了。来了，这个大概再种一个多月，它就爆棚了。哎呦，爆棚的时候，那时候再小心的，再换一个大盆子，或者说你有好的土壤的地，你把那个土壤稍微改良改良，用那个肥有机的肥料或者什么培养土混一混，你种的地上都可以。哇！但是你要有一个垄，就是稍微挖高出来的，凸出来一点。它挖为什么要凸出来？凸出来一点，它依然两个好处，一个是浇水或者是下雨的时候，它底下不能积水。草莓积水根马上烂，它很怕是碰水。还有一个，你垄不是上来了吗？它在底下通风。哦，它底下通风，所以你看种什么东西，它就有稍微有一个高的高度。对对，一排一排的。对对对，你工作起来也方便。对对，那万一有的人是，比如说他住的地方没有那么大的院子，他住公寓啊，或者没有院子怎么办呢？那怎么种呢？可以放在阳台，因为你知道有的人阳台上他还会搭个。把铁架子搭出去，对，他阳台如果说有3公尺，他搭架子搭利用空间充分利用，然后就放一个大的水盘啊，他还算是有功德心，不要这个水落楼下去，哎，这样子他也可以种好多呀，种几盆的话够吃的了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你要种的多，我跟你讲，不但你自己吃不完，你送给邻居，送给好朋友，对不对？都做伴手礼，都很棒的，那就是可以慢慢就可以享受。吃不完的草莓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。对对对，从那苗那个种子开始，那是一种享受，很享受，享受它的过程。对对对，看到生命的快速成长。对对对，好，那你们也试试看哦。是，哎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也谢谢 Robert， 谢谢大家，请帮我按赞，谢谢，啊，拜托拜托。